让你久等了，尖叫声在哪里？艺人凯乐带来压轴演出，让台下观众一度陷入疯狂。今年北港朝天宫元宵晚会卡司相当精彩，主持人由艺人小贤、小虾来担任，还有凯乐、田雅或许富凯等歌手带来精彩表演。2019北港灯会，诸事幸福，正式启灯。众人一同引燃正母灯，为灯会揭开序幕。2019北港灯会周一晚间正式登场，除了主灯诸事幸福之外，还特别在北港老街巷弄区打造怀旧复古灯区，展现古早艺术之美。今天是我们朝天宫吼，一年一度这个元宵晚会了吼。也是一年一度这个启灯仪式吼，希望吼今天活动呢，会当祝福吼，咱所有的朋友，伫妈祖婆婆庇以后呢，大家拢合家平安吼。除了晚会活动备受大家期待的重金妈祖，今年也抽出12位幸运得主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晚点灯后，灯会将会一路展到3月3号。民众来到北港，不但可以拜妈祖，还可以欣赏美丽花灯。谢云林综合报道。